各位棋友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2021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五轮的比赛，很高兴能够和周鹤阳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鹤阳老师你好。梅姐你好，各位棋友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龙源名城杭州和苏泊尔杭州队的焦点之战。对，同城德比之战啊。对。这个应该说这两位棋手都是谢科是我们现在00后的一个中国棋手的一个代表，成绩最近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对，两度进入世界大赛的决赛。对对对，李东军呢应该比谢科大一些，出生于98年，对，但是呢也是韩国棋类的这个新锐的一个代表。那当然他这个韩国现在申真旭实在是太强了，所以他现在显得成绩没有那么的耀眼啊。对，但是李东勋也是有一度也是应该说韩国棋界非常看好的一个后备人。是的是的，他曾经在这个12年入选了韩国农心战的这个阵容。对，也是以这个15岁零5个月的这个年纪刷新了崔泽汉的这个进入这个入选这个代表国家参赛的这个资格。对，对，记录肯定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新锐棋手。是的，那么他也两度获得过韩国国内比赛的冠军，有一次是这个15年的时候2-0战胜了朴廷桓，拿到了韩国本国的棋王战的冠军。对，是这样，所以他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视。对对对，好，让我们进入棋局。对，两位年轻的新锐棋手，一定是一场好战啊。实战这个白棋是谢科，黑棋是谢科，那么走了一个这个错开的这样的一个对峙，对，对角，对角开局啊。这个布局还是非常少见的，应该说在我那个年代学下棋的时候都是非常少见，应该说在上世纪大概50-60年代是比较常见的，日本的那种最老的棋谱是比较常见的，当时可能还没有天目或者是小天目的情况下，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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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这个是很少见的一个开局。白棋也挂角，白棋也挂角。黑棋飞压，飞压。现在是对待这个第一挂之后白棋不硬，就马上就飞压。黑棋是把这个捡起来了，应该说这很稳健啊。当然现在怕别人飞压，所以说现在走尖是非常多的。这个开局，有一阵儿我印象中这个韩国棋手是朝英玄，这个是很喜欢下的哦。那个时候我印象中他是这么下的，先压这边，长，飞压，看看白棋的这个这边怎么下啊。这个是当时曾经非常流行的这个他的一个下法，连扳，连扳的话过去都是怎么下的，对，再冲断它，对，冲断，然后看看白棋的硬气，然后白棋粘，只能这样再顶一个，白棋吃，打一个吃，白棋粘上，然后他再长。这个我印象中这个韩国朝英玄是非常喜欢这个黑棋的布局，他当时的老对手许凤珠，他们俩这个应该说交手上百次了，这个布局就出现过无数回，双方也都是很倔，都认为自己不错，对对对对对对，那肯定的，这个要下到他们这样的实力，这样的这个怎么说，泰斗级的这种人物，他们一定是对自己的棋非常有自信，所以经常你要看到他们这样的等级的棋手下一个翻棋战的时候，我输了这盘棋，我一定还要用这部布局来对付你。这个我并不觉得我心理战气势要上来。是是是。这一套布局，我认为是当时是朝英玄非常喜欢下的。那贺阳老师怎么评价这个定型？你更喜欢哪一方？我个人比较更喜欢黑棋一方，黑棋，所以还支持曹新炫老师。对对对对，当然那个时候虽然说曹英玄和徐凤珠他们这个大战啊100多回，但是肯定是曹英玄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取胜了。那我们肯定是，对黑棋这个下法更有自信一些。确实，我也挺喜欢黑棋的。对对对，
嗯，这个。但这盘棋应该说是黑棋还是下了一个稳健的下法，先飞压完，哎，是按照这个现在的一个这个对人工智能的理解的一个布局开始下，就是你没尖我就先压掉你，然后再尖，哎，当然也有可能啊，因为这个李东勋他这个年纪太小了，他也没，他这个年纪学棋的时候未必会去看曹新璇、李徐凤珠的棋谱啊，是很有可能的。我这个年纪学习的时候会看这个正好上一辈的棋手，像他们这个九十年代尤其零零后，他肯定是不会看到那么远的，他有可能看到李昌镐的棋谱是有可能，但曹新璇的棋谱他基本上不会看，零零后应该是看李昌镐棋谱都会很少，应该是看李世石的棋谱会多一些，古力啊李世石的棋谱会多，看着他们的棋长大的孩子，所以你看他的思路都是，当然人工智能现在影响最大，他就是还是人工智能的这种思路去下，尖一个，尖，这样让白棋这两个头低位啊，以后飞过来的话，白棋是挂角，挂角，黑棋飞，飞一个，接下来然后是飞这个，这个应该说是也是人工智能下法，这个星位。配这个小飞现在是最多的，现在是无忧角基本上是看不到了，对不对，无忧角是看不到了，小的无忧角，但是星位配这个小飞现在是相当于以前的无忧角的概念，这个是见到的是非常多的，对，那么既然白棋没走实战，黑棋这个地方就加过来了，加过来这个也是一个好点，对，他选择的是二尖低加，对，白棋是白棋再拖先大场，占大场，这个点也是选的很有意思啊，这个要是以前肯定是选在这个地方，在以前，还是我们说的那个曹新璇啊，他是一定是走在这儿的啊，这个曹新璇，这个我印象中，因为我打他棋谱比较多，他这个棋形他一定是走在这儿，因为这样的如果走在这儿呢，这个地方黑棋还有猜二的余地啊，他为什么要走在这儿，就是说让你这个猜二的余地都没有，曹老师做人有点过分了，对对对，那肯定的，韩国棋手这个就是对实地啊对这个这种压迫性的下巴是比较人家已经这么厚了，对对对，他还是对人家有想法，对他没觉得你厚，这可以，对，一般分准就是猜在这儿，走到这儿，你看现在的棋下的多有意思，是猜在这儿的，对，这个是谢科的一个选择，这个我觉得也好理解，他觉得黑棋这边比我这边厚了啊，是这么理解的，是吧？我不知道，我觉得还是挺有分寸感的这个棋。对你这么一说，倒是我倒是觉得像是这样的啊。但是现在年轻棋手根本我觉得不像是那么老实的那种感觉。不管怎么说，这个选点还是很有意思啊。缩回来一路。黑棋选择拆二。拆二也是拆这个。这个也是。也算是一步棋啊，堂堂正正。那要是我们那代，肯定是会选择攻击这个子儿。对，这个棋它不攻，它也是很奇怪。嗯，你如果它长，我再猜二啊，这是比较容易想到的。这样就是我不是又捞了角，然后你又没有根据地了吗？对对 对吧？也许他是怕别人抢这个猜二。这个我只能这么理解。这样你虎过来。当然这也是一个下法。这样我还是挺满意的呀，对对对，反正我觉得还是推荐我们电视机前的棋友这么下，这个下法容易什么理解，容易运用，这个是关键，虽然人工智能有一些下法，包括年轻棋手一些下法很新颖，但是你要不会用也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咱们还是实用一点，对对对对，先把目数捞掉，对，再来走会比较简单一些。实战黑棋拆，那么，首先这个地方白棋是有可能有拖完连扳的，对，他一定是这个地方白棋，对，一定是有手段的。但是接下来白棋的这步靠啊，又很体现这个年轻人的作风了，对，这步棋的用意是什么呀？这个就是试一下硬手，但是我总觉得人家一靠过来，好像我走什么都要被他便宜的样子，是。它就是你长，它这子儿更轻灵一些，只能这么理解。我搬的话呢？搬它一个有断的可能性，另外它又搬在这边也有这种可能性，或者它断也行，它这样它就这边它有可能有利用。断的话我只能退，然后它这边有先手的话可以打过来。对，
当然他也有可能会转到这边来啊、哦。转到这边的话、嗯、我就只能粘上，那就转换了、哦、就转换了，一人吃一个啊、哦，跳起来，然后白棋跳起来，嗯，这个地方还要留一个垫脚，对，嗯，这对，反正这个白棋我不是搬就是断是有可能的、嗯。这个地方我的第一感倒是，我如果我下的话，我的第一感是不给他接劲儿、嗯、啊，单退啊、嗯，单退，不给他接劲儿、嗯。但是这样的话，从这个棋上，我觉得贺阳老师是一位非常温和的人，对对对，对，就是不给他借劲儿，嗯嗯，然后看看他怎么下。但是这个有可能有点缓，嗯嗯，这个、白棋是不是就连回？这个，如果你尖的话，我就再长、嗯嗯。啊，他也许会怕他搬、嗯、搬搬，他还是有可能也还要接劲儿、嗯，这个你就说不清了。得理不饶人了。对对，就是你断他再那个再走。嗯，应该说这个一靠还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下法。嗯，哎，很考验黑棋。嗯。实战李东勋还是下的很稳健，选择了长、嗯、在这儿，长在这儿、嗯、长在这儿呢，就是白棋这边会好一些，我这边、嗯、你虽然对这边的压力会大一些，但我这边肯定白棋以后就算长在这么靠过来，我等于白压着一下，那我这个子儿肯定就可以看清了嘛，嗯，哎，所以他是这么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用意。 嗯， 嗯，那这个接下来白棋就拖啊，这个意思也是跟刚才贺阳老师说的一样、嗯、那这个棋黑棋如果打的话、嗯、我就可以转到脚里面去了，对对对对，现在这个白棋的用意就越来越明显、嗯、如果打了粘的话就我一定不往这儿走了，对，我现在肯定不能拐回去了、嗯、拐回去被你立起来，对，这样一定是像成这样，一定是像成这样，哎哎，这样我们能看出来，这个白棋这两手棋就交换就便宜了，便宜了。哎，本来这两手肯定是交换不到的，对，黑棋肯定是往这头搬的，对对对，是这样的、嗯。所以这样呢，哎，这么一交换它便宜了，它这样白棋呢，他觉得这么转身是可以接受。嗯，哎，这个应该是我们能看出来，这个高手的思路还是非常的连贯的。嗯，哎，这么下呢，其实黑棋也不能说不能接受啊，但是就说你按着白棋的思路往前走。对，哎，这个好像总有中计的嫌疑。哎，对对对，就、嗯、是你不能说他不好，但你心有不甘那种感觉，不能顺着对方下。对对，是是是、嗯。所以这个我们也能感觉得到，这个高手在这一带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思。嗯、是是是、哦，这样这个围棋就变得有趣了很多，是吧？对对对，范老师。实战黑棋也是下出了这个，也算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下法、啊。嗯。立下来，嗯嗯，这也是一个人工智能下法。嗯，我觉得这个棋黑棋选择在这儿立，那么白棋虎的时候、嗯，黑棋这个打劫一定是他认为是对他有利的。对，嗯，这个局部有一些劫财，有劫财，有劫财。嗯，这个地方打劫，应该说，如果说这个劫很重的话，黑棋肯定不怕，因为上面这个冲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劫财。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白棋这个劫本身他自己也很轻。嗯，白棋也不重，对，哎，白棋是可以，尤其他这个靠掉，就是我、嗯、反正你吃掉我的，就你越这边把我吃掉，我这两个子儿交换就越便宜，嗯，哎，应该这么理解，嗯，所以他这个他相对来说就轻一些啊。那么这个时候白棋来搬，搬，嗯，先也是先照一下劫，哎、嗯，这个意思。那黑棋现在直接就把这个劫给消掉了，提掉了。他觉得反正走一下也没啥用意，你走有可能劫财就越来越多了，嗯、干脆就直接提干净那边算了，嗯，这个是他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对，这个棋白棋不想打上去吗？我很想打上去。对，嗯，有这种心情。对，打的话我猜测大概会有一些变化。 嗯当然这个变化怎么下我也搞不太清，就打一个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反照劫，就是说就黑棋有没有再打上去。哦，就直接就是，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劫啊，哎，哦，就是，这样打劫、嗯、然后冲这个，对，这样一下就很难判断了。对对对，难判断，这个难判断、嗯、但这个打在这儿的话，这个他也有可能会再接住，这个也不好说。哦，想接住，但是这个黑的也不能沾，然后这个再、就是、我就继续，哎，嗯，这个棋不好，也不好判断这个地方啊。嗯，这个就是说他那黑棋呢，他也是想先看看你会不会打。你打的话，我这也是高手的一种思路，就是我先走，你有可能会打，那我就你不打嘛，我就转身。嗯，哎，
这个职业高手他是不怕转身的，你转身嘛，那就咱们按转身的想法。嗯，你要不转身呢，我也大概知道你的思路了。那这个时候我在想。对，有反正再提一个不亏。对对对对，就是你要你一走呢，我就知道你什么想法了。嗯，哎，然后我再去想，哎，有很多这个，骑手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嗯，因为这个职业骑手他下比赛他是有这个计时的。啊，对，时间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在比赛中啊，时间就像金钱一样。对啊，你两个小时的对局，我在一个地方长考了，花了20分钟。嗯。哎，有可能这个地方我不亏，但是我这个时间已经对我的压力很大了。对，接下来我这个时间就会变得很紧，嗯，会影响我的思考。对对对，嗯，那个我那个年纪的时候，就是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前辈马小春就跟我们说过一句，嗯，就说他这个下棋的经验啊，嗯，他跟那个日本棋手下棋的时候，他就经常会走一些棋莫名其妙的一些地方，他试下对方硬手，嗯，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对这个对一些这个不了解他的人，就会在就那个棋手就在想他在干什么用意，嗯，哎，想了半天，花了10分钟没看懂，然后就跟着应了一个，嗯，其实他也没什么用意，他最后就说我下这个棋其实就是消耗一下对方的时间，让你猜猜我什么用意，哎，这个妙啊，这个这个很厉害，这就是职业棋手，他跟咱们电视机前的棋友是不一样的，他有的想法，嗯，他就是。哎，他把能把他时间耗一点也行，这也是一种战略战术。哎，是战略，因为他下棋，他计时是相当于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是的，是的，那就是跟就你说是金钱也行，或者说是目数也行。嗯，哎，真是有的时候我让你算20分钟，哎，我心中我就觉得这个20分钟值一两目棋呢。哦，哎，真是，就是在这真正遇到战斗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对对对对对对，尤其在这个到后半盘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少算，你有可能官子就亏一点，是，哎，就是这样的。嗯，所以黑棋这个先提了再说。哎，对，这个他有这种策略，他，哎，有的时候就是说，所以他这个时候先提，你看你会不会打？你不打嘛，那咱们就转换，那也算了。嗯，哎，那这盘棋呢？实战呢？白棋选择粘。哎，实战白棋也就是选择，觉得我这个没问题，嗯，哎，我就给你转换了。对，嗯，那黑棋这个地方少打一下，我觉得差别还是挺大的。对对对对对，黑棋这个虎过之后太厚了。对，如果能打着肯定是满意的，白棋这打着，那黑棋还得继续走，那您帮白棋加强。哎，您直接过，那这个味道不好。哎，就这样，所以黑棋能一手虎过也是非常舒服的。嗯，白棋正过来，正过来，嗯，应该说这是一个转换，嗯，这是一个转换，嗯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白棋的，就是因为黑棋我们说当初不猜二直接尖的话，跟那个你逼一个我虎死的话，黑棋应该说跟那个目数也差不了太多，但是白棋这个地方明显要更那个头啊目啊更好一些，白棋这边，嗯，哎，我是比较就是，所以我觉得谢科这个选择还是非常简明的一个下法，嗯，哎，我还是比较喜欢白棋的这个下法。就是黑棋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个角呢，就是都踢花了，这个坚实，太坚实了，这个实控，嗯。那么黑棋飞鸦，嗯，也是一步好点，嗯，飞鸦这个啊，飞鸦这个，嗯，这个应该说是黑棋的一个权利，嗯。那么白棋脱角，白棋是脱角啊，也是要问一下黑棋，啊，黑棋下一步比较少见了啊，它是挡下来了。对，这步棋，比较少见。这个正常还是就跟着搬一个就完了。嗯，搬的话，白棋会选择连搬脱角。连搬，有可能。哎，这个形状，黑棋应该一个是打了打这个，一个就是打这个是吧？打这个，粘上，然后挡一个啊，挡这个啊。白棋打把火棋，嗯，啊，这是两个，这种，这样，嗯。黑棋获得先手，黑棋先手，嗯，应该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处理方式，嗯嗯，这样呢，黑棋也算很厚啊，然后把白棋压到角上了，对，嗯，实战的挡外边还是很少见的，嗯，啊，尤其这边啊，这边是相当于是白棋头跳出来，对，没有发展空间，对，不太容易想到往这边挡这边人家跳那个位置是非常好的，对，这个有点就是想不到的一个地方，嗯，白棋立角，嗯，这样白棋的角就比刚才活的要大一些，对，要大一些，嗯，目数上会多一些，嗯，是这样的，嗯嗯，黑棋搬，嗯，黑棋搬完了打掉，嗯。
掉，嗯，粘上，嗯，接下来这个黑棋也是不好走了，嗯，就选择脱先。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黑棋以后这个地方啊，我们说粘应该虎一个更好一些，嗯，哎，粘虎都是先手，哎，这个地方白棋不是拐活了，这个应该是要挤活了，哇，哎，这个地方黑棋应该是有一点儿，我觉得应该有点失算啊，哎，比较容易想到是他拐活，嗯，这样粘活，这个呢黑白棋还是要补一手，但这个棋如果跳呢，这个眼形这个地方不太好，嗯，哎，他如果能挤的话，这个是最狠的，这样白棋就不用补回去了，对对，全部都到外面来，相当于你粘的时候，我等于白挤着一下。你打我就粘了，就这么活，那就太好便宜了啊，哦！这个啊，我等于不用在脚上补了。对，又增加了很多目数。对对对对，还给黑棋走出一个断点。是是是，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如果黑棋再继续压迫白棋的话，这个地方白棋是可以挤，也可以在这挤活的。嗯，这个目数还是差别，不但是目数是问题，后薄也差别很大啊，因为你打完这还差个断点。白棋不需要忍耐，这个时候对这个地方，嗯，应该说这个挡应该是有一点点的随手的感觉。嗯嗯，那这个时候，嗯，黑棋争得了先手，看这个地方黑棋是怎么限制白棋，是肉进了。嗯，二四清分。嗯嗯，这个他是不能让白棋这边全没目。嗯嗯，白棋顶住，嗯，顶住。黑棋再碰靠啊，嗯，黑棋还是声东击西啊，灵活，很灵活，这个棋下的有点很灵活，灵活，嗯，现在搬进来是肯定是活棋，不是搬进来肯定是个打劫活，哎，嗯，打劫活，这完全没问题，嗯，哎，白棋有可能就放在这儿了，白棋有可能也脱先了，嗯，打劫活就这个黑棋是应该处理起来不是太难，嗯，但黑棋能看出来他对打劫活还不是太满意，不满意，嗯，他要在要活到边上去，是。白棋搬，搬，嗯，黑棋长，长，白棋粘，粘上，白棋应该是下的是最厚重的下法，嗯，然后呢，希望你他应该是不会想到要吃黑棋，但是呢，就是说你活得苦一点就行，嗯，长路，长，嗯，白棋要搬下去，断，嗯，大吃，嗯，这个黑棋是不能跑出来了吗？好，他应该是跑的话现在不能吃，吃的话这样一长这个，粘上的话这个黑棋一冲，拐死了，哎，这拐死了，嗯，这个地方如果跳的话，这个倒是可以考一下我们棋友们啊，哦，如果跳的话看看你会不会吃这个棋筋，嗯，哎，如果你一挡他双回去了，哎，嗯，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棋友们一秒钟就看出来了，那说明你这个实力还是可以的，对，哎，这个地方这个是手机，这个时候再顺着架，嗯，你冲不回来，嗯，哎，这个好像是名叫靠单啊，对，就是双的一个形状，嗯，不让白棋双到这个位置，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手机，很经典，啊，这样一靠把你吃掉了，对，这样白棋不行，对，但是白棋应该是不会冲这一下，嗯，这个地方还是很精妙，如果你拐，因为它这样就断，你搬这样它可以哎先打吃回去，嗯，啊，这样让你提个花没什么，哎，再吃回去。嗯，这样黑棋不行，这样黑棋不行，嗯，这些计算应该说是很简单，嗯，对他们来说都很简单，没有问题，是，所以实战黑棋是没有选择跑出来，对，而是选择了都打啊，哦，都打，这个棋我觉得我是想不到黑棋这么去腾挪的，嗯，应该说这个地方黑棋下的也是还是挺巧妙的，嗯嗯，一个首先呢，现在打劫呢，这个劫白棋也挺重，如果黑棋提到这儿也挺重。另外打劫确实黑棋还是比白棋要厚一些，嗯嗯。现在白棋现在也是遇到一点难题啊，嗯。但下一步棋还是非常有自信的一手棋啊，粘上粘住。嗯，这步棋，一般来说。对这个棋手来说是不太会去下的，嗯，因为毕竟是一个鱼形嘛，这个是葡萄六啊，葡萄六我们一般学棋的时候是属于不好的棋形，嗯嗯，但是现在也因为打劫没有那么有力，先把它粘上，是吗？嗯，粘住了，嗯，黑棋猴，嗯，白棋挡住，哎，他是现在就猴了是吧？
哦，他先飞了一下，啊，飞了一下，嗯，白棋不能让他往这儿再拖了，嗯，就要坚住，坚住，嗯，他还是要让他活得小一点，嗯，啊，接下来猴这个猴，嗯，白棋是强挡，强挡，嗯，黑棋拐出，拐出，嗯，嗯，嗯。这个棋它正常它是活棋，现在应该是走到这儿就活了，嗯啊，但这个地方就是活的没有那么好，它一挡之后呢，这个地方这个以后留了还是留有一个劫加走，嗯，搬进去，白棋有连扳的好手，哎，有个连扳进去的，嗯，吃我再从这个地方打劫，嗯嗯，当然白棋有可能不会马上打，但是我这个地方明显是留有一个打劫的可能性，嗯，哎，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呢其实活是可以活的，但是他这个挡也很舒服，嗯，所以他实战是要强行的把这个希望拐一下，你走之后我再补，哎啊，这样你的味道会更差一些，你要补就变薄了，对，你补起来也差很多，哎呀呀呀，这还差一个段，嗯，对吧，所以这是他的用意，嗯嗯嗯，那黑棋拐啊，那这个时候白棋会怎么去做选择呢？刚才何阳老师说这个扳啊，这个黑棋已经便宜到了，对，那接下来这个白棋怎么做选择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嗯，那么也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也一起考虑一下。我们先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2021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五轮的比赛。那刚才我们说到了黑棋这个拐呢，意在便宜白棋，如果白棋挡，黑棋再来活，是黑棋就满意了。那么接下来白棋是怎么选择的呢？白棋下法也非常简明，就先把这个子吃了啊，这样呢，这块黑棋已经处于一个相当于是死掉的状态啊。哦，两边都是后手眼。对对，你如果爬，我就吃掉。嗯，这样这你立是一只后手眼，这个扳是一只后眼。现在相当于白棋把黑棋放到外面去了啊，嗯，然后再。哎，吃掉你当然这盘棋就结束了，没吃掉你我也是会把你攻得很苦，激烈呀，对，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棋加的时候白黑棋是没有马上去加啊，这个应该是他的权利，他只能是长，嗯，白棋跳，对，跳也不行，现在不能跳他这个跳不等于把你骂断了，所以说黑棋现在其实拐要其实确实要谨慎一点，因为这个地方白棋的子力是非常多的，白棋跳，嗯，黑棋贴，贴，白棋扳，扳，哦，这个白棋走的都是最强硬的招法。对，他现在应该说谢珂在这地方已经动了杀心了。嗯嗯，黑棋扳，扳，嗯，白棋粘住，粘住，嗯，黑棋冲出来，那白棋就可以把它断掉了。啊，这么看的话，黑棋已经是属于这块已经是死掉的状态了啊。嗯。但是他应该是也没什么办法，因为走别的他也不好活，嗯，也不能走别的，这个补这个断点也活不了，就挡住，这样活不了，他是没办法，没办法，这一段，嗯，啊，这块龙还是非常大的，对，这个，不能一刚开局就被吃掉一块，这个应该说是压力是非常大的，嗯，白棋是把这个贴死。那黑棋的这个好处就是把这个子拽出来了，把这个拽出来了，但是感觉得不偿失，是不是？对对对，但他现在还是有个问题，他这个如果现在走外面，人家这个地方是可以把你，顶回去的，顶回去的，嗯，所以你还是要，他是要把它分断，嗯，把这个子连回来，嗯，但是上面那又被夹住，封锁住了，这个棋是下得很精彩啊，哎，太精彩了，嗯，但是黑棋看上去是先死了一块，这个是压力非常大的，嗯嗯。那也就是说，这个棋现在黑棋现在便宜。嗯，这个地方被封锁进去了，这块棋死活是不是还有问题？还得想办法去补这块。对，这个不能，这块棋黑棋是肯定不能再死了，已经死了一块了。如果再死一块，这也太吓人了。嗯，哦，黑棋打吃，打吃，黑棋想这边最大限度的这个便宜一下。嗯，但是白棋没有再硬了，是选择封住它。那这个局部黑棋是已经死了吗？这个可以接下去看一下，我们就看一下吧。这个地方应该说，应该是双方肯定是要算清的。从白棋的下法是很有自信，就是这边是完全脱先。现在应该说黑棋是遇到了，黑棋扳了。黑棋啊，对，扳了。黑棋现在是
如果是仅仅活棋的话，白棋把这吃了，又把这外面包住，那肯定黑棋不能接受，所以黑棋一定得出点棋。嗯，搬是延气的一个手段。对，搬粘，先手做一只眼，白棋就硬住。嗯，黑棋爬。啊，这是黑棋出，千万不能忘记啊，这个地方是白棋的绝对先手。如果先搬，这个人家一粘，这就怎么看都像双活。对对对，这个哦，有可能死了。对。嗯，这又被人一挤，又危险。哦，对，有眼杀瞎了呀。嗯，所以必须得扑掉。他是要扑掉。嗯，再搬，这样有可能会就形成了一个打劫啊，嗯，这个地方。这个劫，我觉得看得很混乱啊。嗯，大老师给我们简单点评一下，这个劫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现在。这个地方首先肯定是白棋非常有利的劫啊，现在白棋如果简单一点，我们现在就一靠，嗯，这是他的权利，再一吃，看成这样，白棋现在确实也首先你要不想打劫也不太容易，你长他收气你反而不行，对，就是你要打劫只能扑进去，嗯，他提掉，然后走，如果你粘上的话被别人一走。这个变成锦气劫了，锦气劫，白棋是所以说也很难受，这个变成锦气劫了。嗯，当然是白棋的先手劫啊，白棋也还行，但是变成锦气劫，但白棋这样下是不好的一个下法。嗯，所以这个地方白棋如果不粘的话，我们能看见啊，这个地方黑棋想打赢也很难，铺完之后提，还有再提两手，要再花两手才能打两手，所以这个地方白棋它是确实是可以脱先。嗯。白棋要想这个打劫的话，要等着黑棋收了一口气，我再来打。对啊，就你收完一口气，我再来扑。对，这样我外面白多一颗子。多一颗子，而且打劫好像他反正总是不会粘这一下，就他不能不要轻易粘。嗯，粘呢确实是白棋能打赢，但是先损了就是这个地方就变成锦气劫了，反而不好。嗯，但粘有个好处，就是说白棋这个地方是白棋先提劫，对，就白棋，白棋说，我如果说只想打赢这个劫是很容易的，就是我现在收完气一扑一提一粘，然后我先提劫，你外面你走什么我不应了，嗯，这样，但这个效率没那么高，对，就是说这个劫本身的价值到底有没有这么大？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两手劫了，可以白棋脱先的两手劫，对不对？对，所以对白棋可以脱先的两手劫，所以白棋现在硬去那样吃，可能反而不会便宜。对，这个如果说这个这块棋啊，你吃掉就赢了，嗯，那我们就是铺完就粘上就行了，哦。对对对。但是现在呢，吃完你不见得赢啊，所以说这个棋，效果并不好。嗯，不能说这个劫小，这个劫呢非常大，但是呢，白棋确实是。可以慢慢打这些地方，从效率上来说，白棋还是走在外面更合适。效率应该是最高的，应该是最高。这个地方确实是还是比较，还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棋形，我觉得是。对，就正常来说，白棋打劫，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劫，但是他不走，有可能更好。实战白棋就是脱先了。对，好，在这里加过来，加过来，他是。他现在有一个，就是说他需要一个能匹配这个地方的劫。如果黑棋收气，我收完之后扑，就现在如果黑棋收气，那我把这边走掉，这个地方收完之后一扑，黑棋是也消不掉白棋，那黑棋还得再花两手棋，我在外面再加，就是说白棋最终呢应该是你把我这吃了，我把你这边全吃了，这是白棋的一个。宏大的一个构想图，这是白棋的一个构想图。所以黑棋呢，一看他一走呢，黑棋也不想走，实际上他是点的这个，点在这儿，点是仗着这边虎一个有先手吧？对对对，虎一个有先手。但是先虎他又觉得损被人家挤过，对，虎先虎就刚才我们说的这有个挤，他不太满意，所以他现在是先单走。但单走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白棋现在来打拔了，对，白棋打拔了，是这样，不能两全。这个棋看起来是，白棋来打拔了，打拔，然后黑棋贴，白棋跳，黑棋还是得最后补回去，补一个。这也是留下了一个冲的劫材，然后呢，白棋见这个，见这个，现在这个劫还这个没有这个字，这个劫还是非常的，这个劫还是。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嗯，这个地方双方现在是就放在这儿了。嗯，啊，下一步黑棋，下一步黑棋，走了一个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步棋，这步棋确实是，嗯，还是比较神奇的一手。对，这样的话比较容易想到，还是应该继续做这个。嗯，嗯，这个这样白棋就得把这个都走掉。嗯，白棋本身是可以先走掉的，但他不走。他也是不肯走，哎，这个两个人是下的很有意思。对，嗯，但是这个做眼确实没想到，没想到。其实如果下，我觉得正常还是收这个棋，然后就让他铺嘛。嗯，哎，就是慢慢放在这儿了。嗯，但走这个白棋是不是还可以脱先呀？肯定是可以脱先。啊，这个里面还是打劫嘛。对，这个地方就是说谁也不能去，你反正你谁去团这一下，这个你要什么能吃，就你不能让他一走就吃掉他就行了。嗯，对，这黑棋团这个也是效率非常低的。嗯，那白棋往这什么长也是效率非常低的，这是一个脚上一个特殊的棋形。嗯，所以白棋还是选择继续脱先。嗯，这个扳也是很大。对，那肯定的。嗯，这个非常大的一手棋，这种棋外面现在一手棋都在二十目以上。嗯，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花了三四手去吃掉它，那白棋外面如果每手棋都在二十目以上，那价值也都差不太多了。嗯，当然最后我肯定是要在最关键的时候要走一把飞刀，我肯定不是简单的在二十二目，是吧？对对对。嗯，那黑棋这个走这个的用意就是气比较长，是不是？嗯，对，就另外这个冲就变得厉害了。外面有冲断。嗯嗯，但这个相当于是先这个在里头走了一手棋。嗯，这个有点感觉不是太好。嗯，黑棋接下来冲断就是为了在外面制造劫财嘛。嗯，对。嗯，然后他希望是能把白棋这块棋攻出来，然后以攻击来当劫财是最好的。嗯嗯，黑棋收气啊，收气，这那就要把这个冲当成劫财了。嗯，啊，他是希望把这个冲当劫财。嗯。白棋这时候得铺了。嗯，白棋铺。嗯，这个是要铺了。哎，现在是铺了。对，白棋铺，黑棋提。这个再不铺，他一打完，他一团你就死掉了。嗯，所以他必须得铺。白棋现在铺这个。铺这个，白棋现在硬。嗯，因为黑棋这个消也消不掉。消不掉，对，他现在提完还得再画一手才行。嗯，所以这个地方是黑棋比较难受的地方。嗯，所以他没办法提这个。嗯，提这个。这个对外边这个冲当劫财。啊，拿这个冲当劫财。嗯，黑棋之前有没有可能先把这下冲掉断一个当劫财呀？你可以啊，但是你也不损。啊，你不是浪费浪费一个劫财吗？然后那白棋这边又靠也有冲嘛。啊，他是这么算的。白棋这边还留着劫财呢。对，所以黑棋这边还不能太损。对，他是你是肯定是可以先走掉的。嗯，先走掉他有他不肯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时候冲当劫财。对，但是这个就是你比较难判断，就是你这冲是不是劫财是关键了。嗯，哎，有可能你这个冲不是劫财。嗯，实战白棋就消了。嗯，黑棋冲出来，主要黑棋没吃到白棋的子儿，这个外边是。嗯，白棋在跳，就这样黑棋这个等于说是把这块棋跑出去，火没有吃到白棋子，我觉得白棋是不是还是可以满意呀？现在如果是像现在白棋，我们能看见这地方抢了两手，嗯，然后这个地方他脚上也是又吃回来了，嗯，黑棋如果就单纯跑出去，白棋也还好，就是黑棋无非从一开始下就是破了这块空而已，嗯，所以白棋是能接受的。现在，嗯，白棋还有只大脚，对对对。嗯，但是现在黑棋如果不是单纯的跑，如果能吃掉白棋一块还可以接受啊。嗯，这样黑棋呢也是威胁着白棋这样出逃，对。然后是飞出来，嗯，白棋是点这个，白棋拆二，对，这样白棋下面基本上活了。是，嗯，这个因为下面这边拔完之后，这边很厚了，这个不怕它。嗯，黑棋继续战斗，战斗，嗯，现在如果说我们黑棋啊，现在我们看一下黑棋现在确定的目啊，就这一个角。嗯，我们看下了半天，现在黑棋确定的目就这个角。那白棋你看这块像这个那个几个角都挺大的，所以黑棋的目数现在应该是不太乐观。嗯，所以他必须得要，现在他不是说自己活的问题，他要让白棋付出点别的地方要攻到他才行啊。哎，所以现在是任务很艰巨。对，任务很艰巨的。嗯，但外面自己也不太厚，这是黑棋现在比较尴尬的地方。白棋顶住黑棋。嗯，黑棋靠出。嗯，黑棋的子也是尽量下的都是挨着对方。对，下的比较紧凑。嗯，长。嗯，然后黑棋拐掉，这个眼位也不给白棋。对。
然后跳一个整形。嗯，现在是要破白棋的眼。嗯，白棋飞，把中央继续加强。是，白棋现在就是把这块孤棋和这块两块孤棋处理好。啊，这个白棋就很简明了。然后只要黑棋不围出一个什么大的模样，嗯、这个棋现在黑棋的目数是非常吃紧的。嗯，就单纯那块空也就二十目棋左右，二十目多头出头一点，这样二十二。现在黑棋全盘三十目左右。嗯，这白棋十目二十多目，这个白棋都快四十目了全盘。就实地上白棋还是白棋实地现在应该说领先非常明显不少，但这块棋其实也不怎么需要处理啊。嗯、这个白棋是先手，对，有眼的。这一走还是一只明显的一只眼、那么他只要保证这个地方有一只眼就可以了。嗯、实战是贴这个，贴这个。嗯，这块棋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安定了。对，现在就是只能把目标瞄着这块大龙了，应该对。嗯，然后黑棋继续飞攻过来啊。目数确实相差很大，对，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想尽办法占便宜。白棋是走在这里点、啊、嗯，但是黑棋自身也有一些弱点。对，因为黑棋这条大龙我们看出来这个眼位并不全。嗯，所以所以吃对方的棋往往是要自己后，这是一个关键的一点。嗯、对啊、有些棋友就是一看觉得对方都很薄，都好像很容易吃人家那棋，但是其实他没有想到自己也很薄。嗯、所以自己你要想吃对方，一定要首先自己的棋形一个是要好，另外要棋很厚。哎、嗯、我们说棋厚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标准，就是你一定你自己是活的。嗯，哎、你这块棋你看自己不活，那他这地方总是有什么有利用。对，对不对？我不吃你，你是我至少有几步棋利用就行了嘛。嗯、所以这个下下是白棋就不薄了。嗯，对，活棋才是最后的棋。对对 对, 对、啊、是这样的，必须眼位得瞪出来才行。那现在黑棋这边只有一个眼，就必须得连上。嗯嗯，这有点白棋，哎，这个感觉是一个整形的好手。哎，他这个应该是问一下你的硬手，哎，看看你走什么。哎，你如果冲呢，我这打了再贴，你都棋形就越来越有问题了。嗯，哎，你要如果这么下，先手活了。哎，这嗯。这叫单粘也行是吧？单粘、哦、单粘这个再并这个是吧？嗯，这样也可以。哎，应该是下法很多。嗯，黑棋很危险。是，他是问他一下你走哪里？嗯、对。实战黑棋是选择冲这个。冲这个，那么白棋就自然而然退到这儿了、嗯。啊，这个地方也很厚，白棋粘先手提先手，这块棋已经完全活了。白棋。这个下法应该是一个很凶狠的下法、嗯、就是我这个补一个还要瞄着这个官子，应该说是这个下法是够凶狠的。是、嗯、黑棋现在啊必须靠一个跟白棋做交换把这块棋连回来。嗯嗯，但这个地方黑白棋明显是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官子，这一粘就吃出四目棋来。嗯，所以这个说控黑棋肯定还是不行哦。黑棋现在是冲，关键是黑棋自己本身不是太厚，这个是有点难受的地方。嗯，搬下去啊，连搬，这个是一个漂亮的，应该算是一个手筋。他希望现在，如果说这地方成了一个大空，那是可以跟白棋抗衡的。对、啊，因为这是一个大模样，所以现在白棋也是，是很不给面子。对，他不能让他围这个大模样，直接从这儿吃出来了。对，嗯，因为这边的价值肯定远远比不上这边。对 对, 对，所以白棋还是嗯。啊，毫不犹豫的把这个子给吃下来了。嗯，那么黑棋这个地方的所得其实就是能断着这一下。对对对，嗯，这个时候白棋不能吃这个，这样被黑棋打完了吃，全是连不上。对，全是双脚吃。对，嗯、所以黑棋白棋这个地方只能粘上。嗯，应该说白棋下的还是很果断，就是他想法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这个地方不要让他围模样就行。嗯。但反过来黑棋这冲断两下呢，就从目数的角度黑棋其实没走到什么目数。嗯，但是呢有一点黑棋现在变厚了一点，你毕竟这地方多了两个子儿啊，把它断开了，那这样黑棋又有点想法了，是不是？本来是没什么想法。是的，嗯，这肯定得有想法了。对，嗯，但这样呢白棋其实这个下法也算是一种冒险的下法，等于把、对方是就要逼上梁山的感觉了，就是你什么都不给人家，你本来说哎你让我把这个模样围一围吧，你也不见得输，哎咱们可以再收官，这种感觉 对, 对不对？但你现在这边你不让我围，你只让我围那么小，那黑棋确实对黑棋来说是有一点接受不了了。嗯嗯，
白菜这个选择，一方面有点冒险，一方面也能体现他的自信，他对自己这个中间这个桎梏的这个自信。对，现在这个零零后的棋手，我觉得他们对计算上是很有自信的。嗯，就是只要我能算到的，我是绝对不会手软。这个是他们一个比较。一致的特征就是这样，就是我只要能算到，我不会手软的。你相信自己的计算能力。对对对对，就是或者他没算到，他有这个感觉，觉得我是不可能死，他也绝对不会手软，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棋年轻就是好。所以这个一来呢，黑棋确实是，你碰到这样对手，你是有点疼，因为对方什么都不，对对对，你本来说我占点便宜，咱们这个慢慢下，他不是。那你就得，你只能来吃它。但你吃它，你吃掉它，你就厉害；你吃不掉它，你就只能投降了。那么是这样，黑棋顶，白棋这个也不退让，也把这个粘掉。粘上，黑棋这个主要粘，白黑棋是没什么挡住，没什么气这个。对，这样的话白，黑棋打吃是先手，打吃、这个还是要做准备工作。对，现在黑棋肯定是专注于吃白棋了，这个受控是不可能受得赢了。对，顶一个，顶一个，这个从这个地方吃也挺让人想不到的。这个地方正常是应该是要封住这个头嘛，对吧？但封住这头确实那个做了半天准备工作，好像用处不是太大。他应该是怕什么？怕人家顶一个是吧？我觉得这样。这个都是这有先手，反正这个不是这个先手，就是这个地方有。对，空间还是挺大的，白棋中间。他这个顶好像这个顶也有先手，确实不好。假如说我们简单说啊，你无论你是尝哪个，我这个顶又是先手，你这个确实不好吃的。这么再贴，这个好像空间确实有点大，是吧？这个顶有，你再不走，我这个顶又先手了，这个空间越来越大了。这个眼位，不用担心，是。所以他这个棋，但是从这个地方破眼，确实也是有点让人想不到啊。这个地方他是选择从这边破眼，对，这个地方，这样等于是这个空间太大了。白棋往外跑的话，你这个白棋图，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先手，那肯定的。黑棋没有那么厚，是有两个先手便宜，但是没有那么厚，没有那么厚，主要是，然后黑棋打吃了一下，打吃，继续缩小白棋的眼位，白棋挡住，但总觉得这个地方有先手。没有，这个你不是绝对先手啊！你吃，我可以让你提，我再把你这是个假眼这个得小心哦，大家要注意，不一定是绝对先手。黑棋点进来，黑棋的用意是很明显，就是要缩小白棋的这个眼，这个空间，眼形的空间，但是外面确实是明显是破绽很多啊。对，白棋挡住，捍卫住自己这个中间的眼位。对，白棋下的还是很稳。对。那么黑棋这个点也是没有办法。对，这个就是这个现在就是已经看出来，他是让人家冲出来，这个就说明是一定是要决一死战了。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分裂型嘛。对对对对，裂型，这肯定是一个裂型，这个吃不掉肯定输掉了。但是为了破白棋的眼位，黑棋也是没有办法。对对，然后这个时候黑棋退退，这个就是白棋现在局部是肯定做不活了，但是就是要怎么连回去，比较容易想到是这么尖，但是他这样一定是一退，你这是连不回去的。对，这样我们能看见他这边断电，包括这打你尖我飞住，这都用上了。这就是黑棋的得意图，这是黑棋最想走的一个图了。对，那么这个时候白棋该怎么办呢？白棋看起来还真有点眼晕啊，这个棋。白棋还是下了一步手筋啊，手筋靠在这儿，靠在这儿，这一靠这个就好很多了。黑棋冲，要冲，白棋挡住，但这个地方黑棋如果立的话，白棋其实是连不回去的，对吧？对对对，但是他这样，他粘在这儿，这边这个搬，他就跟刚才你这边没有那么完整了。这样我再搬出来啊，连扳吧，连扳法，这个应该说有这样的手段。对对对，这个黑棋自己也没有那么厚。你打我就粘上。这个是白棋有，这个另外这边黑棋气也挺紧的。这个地方白棋如果这个有先手的话，这基本上就活了。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这样黑棋是很难吃掉白棋的。至少他怕，这样这应该是不好吃，这不好吃。对对对，所以他是实战是要拼这一下啊，他是要吃在这儿，吃在这儿，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白漆也不是结，如果你要袜吃进去，它黑漆是可以这么打，你粘上这么断你的。哎，这并不是结，先手断了。哎，我们一般说打结，应该说白漆还是应该有力的，但是这个地方并不是结，所以你袜吃它这么打就把你打。这就上当了，这样你就被它完整的。这一下白棋就不行了。对对对对，这是个勺子，这个不能随便下啊。对，但是黑棋打这个也有自身的问题。对，这个地方有问题。就是白棋可以从这儿冲下去了。是，然后再冲。再冲。这一冲好像黑棋的棋形确实是出现问题了。对，随时白棋一吃就活了。对，主要是黑棋自己是不活的，这是关键。对对对。那黑棋连白棋这个简单，这个几是先手，对对对，这个也不行。现在就是说你要度过我这顶先手，这就一吃这个子就活了。实战黑棋是搬这个，但是搬这个这边白棋也没有断点的，所以白棋实战呢就把这个冲下去了，冲下去了，冲，然后黑棋退。退，白棋粘上是这盘棋的最后一手棋了。对，这个地方。白棋一粘黑棋，这个下面就死了。对对对，现在就是黑棋把这吃掉也不行。现在比如说你现在能冲过来吃掉我这个，白棋根本都看都不看，我把这一粘，你吃这点籽还不行，跟我吃那些籽都差不了太多。所以这个是黑棋不能接受的地方。那如果黑棋补这边的话呢？这个白棋这个地方，那就白棋下，那就太好下了，随便粘一个就可以了。对对对，这个地方又有度过，是是是，这块黑棋不，现在黑棋自己没过，是黑棋的问题了。对，所以这个棋黑棋现在下到这儿，就是应该说是山穷水尽啊。对，走成这样，然后黑棋就认输了。那贺阳老师，您再简单点评一下这盘棋。这盘棋应该是这个谢柯的好局，应该说从布局开始，我觉得他就取得领先，尤其这边处理的非常简明，黑棋应该说下的比较勉强，包括这个打劫，包括这个强行的冲出来，感觉这个李东勋他的信心不是太足啊，也许跟他的状态不太好有关系，李东勋应该说他的这个状态应该是不如他以前好，虽然年纪不大啊，对。这盘棋应该说是谢柯的好局啊，也说明谢柯是我们中国的绝对的心类的代表。确实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